我是 Min Studio 的设计师田明彬，我的设计风格是极简与复杂并存。2016台北 TOP 时装设计大赏拿下最高荣誉金奖的设计师田明彬，将爷爷罹患的阿兹海默症化为灵感，创作出《曾几何时》这个富有乡愁的作品。因为就是我爷爷他是就是跟着国民党来台的老兵，就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就是有告诉过我很多故事，然后我尝试把这些故事和他就是开始患病的那段人生，就把它融入到我的系列里面。我们是想说要把阿兹海默症病人的大脑断层扫描图片用不同的元素替换进去，所以就是你仔细看的时候，有鸟啊，有鱼啊，就好像是说阿兹海默症病人他们是在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然后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想象，所以就是在这个系列里面，它会有很多，比如说哪边突然的挖空，就好像是脑子忘记了什么东西一样。服装上不经意的缺口，田明彬将自创图腾结合男士唐装惯用的四方连续印花配置，诠释心中的舞动时尚。我一直以来做设计，我都尝试着想要把一些东方的元素，不一定是说像唐装这么明显的东西，就是一些亚洲人特有对美感的思维，就是带到就是西方的服饰里面去。大胆运用皮革，还有金属扣环，不同材质的拼接，利落剪裁，这是属于田明彬对于新旧世代的衔接以及文化传承的独特诠释。